那我们像那个电视上嘛，那电视上做最简单的信号，在一个空间的信号。那我们慢慢的从空间当中上入空间。那我们首先讨论，我们基本上都是最简单的信号，然后我们就变成灯。这例子讲很简单的哈，就是 S 的左边它，左边是等于，右边是等于 V， 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左边小于，左边等于，右边等于，很简单的那个。那这这 step 哈 ，step 是就是说从这边就不管怎么样。不管上升啊，那我们这边做的是往这边是正的哈、啊，如果我们就有一个向下的，那这时候就是就突然变化，这叫突然的变化。那我们要解这个问题哈、啊，我们。那在讲之前，我们在解释前，我让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含义啊？为什么突然变化啊？就会产生反射啊，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，都会产生反射啊。那我们这边是往上啊，啊，那都会产生反射。往上当然比较容易了解，会变多反射回来，对不对啊？往下的话比较不容易了解。其实这些现象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啊。你们知道那个，我们现在都看不到天，我们家都有电视嘛啊，电视都要有个角色，不是闭路电视，它还有天线，叫天线对吧？那天线的话，它是我们现在看不到，以前每家都有啊，每家都有上一个电视天线啊。那天线是设计它的。从我简单画一下了啊，天线的设计是这样子啊，前面这边是风进来的方向，啊、这进来的风，啊，前面最短最长，然后再啊，这是呢，小要设计，我想这设计跟我们这有关的、啊，为什么天线要这样设计？就是从，就是说让它，这是接收的，最后一个是接收的啊。让它变化怎么样？变化变成怎么样？变成很缓慢。如果一根导线的话，也可以接收的。但大部分都是怎么样？大部分都反射回去了。就到底是这道理啊？我们如果有一突然变化，突然，我就不用写下来了。突然变化。哦，一个 step back 的突然变化，就有反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个，在解那个决定这些规选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反射来讲。然后我们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都拖进来，有一个粒子的来源，有一个粒子来源然后进来，然后有一部分反射，然后一部分怎么样？一部分穿透过去。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哈，这是分成两个区域，一个区域是这，第二个区域是这，好，然后在这两个区域呢都是常数位的，好，在这我再讲一次哈，在这两个区域都是常数位，那常数位怎么不完数？我跟你讲过了，我才上节课才跟你讲过，不要担心，我们先看第一个区域。好，我们先讨第一个区域，我们先讨论。好，第一个区域我们先讨论能量比微粒子要大。啊，在这里，我画在这条线上啊，比微粒子还大。
啊，这第一种天线和第二种天线啊。那我们现在把，我们现在分成两个区域，左边的区域 V 等于多少？啊 ，V 等于我们讲过啊，在这里，啊，在这个，啊，左边的区域呢？那这是常数类的嘛？啊，这是常数类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不等是常数嘛。那还记不记得，在这情况下，我们过完这种怎么写？我们先把那个把 k 向量定下来，这时候是要用 k 还是用 kappa？ 对，用 k， 因为是因为是正的动能嘛啊，所以我们用 k。好，所以一减掉 v， 一减掉 v， 那 v 等于嘛，所以等于多少？一，对对啊，然后 h 块平衡。这是 k 嘛，对对啊。然后抛向量知道以后呢，我们破完式就可以马上可以写出来，等于多少？在星期二讲的 k， 然后怎么样 ？i k s 加上，对不对？啊。那第二个区域呢？第二句是 v 等于 v 零，对吧？这也是常数位的，对吧？这也是常数位的，啊，所以但是我们 k 是等于多少 ？k prime 对不对？好，啊，这时候 v 要改成多少 ？v 要改成 v 零，那波函数。换成多少钱 ？C， 我这边用不同的，这边是 A 跟 B 嘛啊，那就是两个常数，这两个常数但我不能写跟他们一样，因为这是不同的。我们等下来看这四项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你们记住，以后你们考试的时候啊，如果考试的时候。当你碰到一个常数类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可以把怎么样，马上做照这个步骤把波函数写出来，啊，中间不用再推导。啊，知道我讲的步骤哈，第一步先把 k 定出来，啊，把这定出来，那再把波函数怎么样，把波函数写出来。那底下我们来分析它物理啊。你知道这一项物理意思吗？向左边对哈，向正 S 方向的平行波嘛，这是什么？向左边，还记得哦？我以前讲过，以前跟你解释过，为什么这是向右边，这是向左边？向正 S， 这是向负 S。这为什么？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怎么都忘掉了。对，要看时间相对。这个真正，你知道真正破完是什么？完整的破完数。啊，这是完整的破完数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它们只是中间部分而已。那这个是等于啊，等于在这破，我就写这个。然后再。负责 i， 然后下面是一是多少 ？h bar 平方，然后 k 平方，然后做 n t，h bar 这些 ，h bar 消掉一个，啊，这消掉一个，对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一项，你这个可以写成我们来 p 的。是，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就是变成是 k， 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往右边前方，这边是前进的，另外这个呢，这边是什么？变成加，啊，另外那个是变成是 b，
所以这是往南边的，往左边的，哦，所以是反射。我们现在还不能讲反射了啊，一个这个是往前右边的，是往左边的，这边一样，这边是往那边，往正方向是往负的，啊，好像这四项都不一的啊。那么这个问题哈，我们把我们一般情况把它简化。因为这是在左边的啊，是在左边区域，对不对啊？这一项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波源的。我把它写在这里啊，从负无限大啊，从负无限大进来。就是从左边哈，从左负无限大，从左边进来的粒子的来源，啊，后面同学红色会不会太淡？看得见吗？啊，知道这项不一样哈，那这一项呢？啊，这样是反射回去的粒子。就是从那个阶梯哈，就是从那个突然变化那种反回去的哈。这项我们叫穿透的啊，穿透过去的。那这项是从。从正无限大怎么样进来的？那我们习惯性，我们把我们这项扔到这里。我们把问题简化了啊，就只有粒子只有从左边进来，没有从右边过去的，听清楚吗？啊。我们先解这一部分了，啊，我们解粒子是从左边进来的，啊，不是从右边没有粒子进来。啊，就是右边没有粒子来源。要记住我的前提哈，我们前提就是说粒子只有从左边进来，没有从右边经过，右边进来。所以这一项等多少？这一项我们先设成零的。那完整解释什么？完整解释什么？另外一个解法，另外这是一种形状是一等于零，也就是说这个等于零。啊，我们解完以后，再怎么样？再解这不等于零，但这项等于零。那总共要解出两个价钱。一般性，那我们现在通常都只有讨论这一部分了，啊，那我这边是告诉你说，完整解法还要考虑这边的来源，啊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先设这边等于零，啊，这是没有，哎，粒子没有从右边进来，所以说牵涉到这边是穿透，然后这边怎么样，这边反射，如果这个不等于零，这等于零的话，这将变成什么？这样变成穿透的，这样变成什么？变成反射的，这样对吗？好，那整体的话是两个并行。那我们先看这一部分的啊，我们先是一等于零的，所以就把这一项去掉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先把这项去掉。那这是我们两边的波函数都知道，对不对啊？那下一步我们就要带边界团，所以边界团变我一直在跟你强调，波函数要怎么样连续？打完式就是平时没问题要怎么样有连续，好，所以我们下一步我们就要带边界条件，好，带边界条件，边界就一个了，这是 x 等于的地方了，好，那第一个就是好，不完是要连续啊。
延续之后，我们看左边哈，左边是 U 型，左边是等多少 ？A 加 B 对不对？啊，是左边的嘛哈？看等多，要等右边的多少？我们知道这写法哈，说零负的表示是在左边的，零正的表示在怎么样？正 S 边的。那这等多少？等这等。C 对不对哈？啊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然后第二个是啊，就导来时就地质为什么要连续？啊，那它的物理有都是这两个物理有都跟你讲过了啊。好，那地质为什么等多少？我们看左边这边 I K 对不对哈？微分嘛啊，是微分，所以然后。A I K 这是正的，微分是 I K， 这边微分是负的 I K， 啊，对不对哈？那我把两个写在一起，这是左边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右边呢？右边是这个微分，这边是 I 怎么样 ？I K 出来，行，对不对？那这 I 可以消掉。两个 I 给消掉，所以好就变成这样。那你看这边有两个方程式的啊，有两个方程式，有几个未知数，有三个未知是 A、B、C 嘛，对不对哈？能不能解出来？不能解出来，因为只有两个，就有三个未知数，只有两个方程式不能解出来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要知道这些，我们要知道哪些讯息？啊，怎么样？对，可以解出比例来。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这物理问题是这样哈 ，A 哈，还想调一下 A spec 什么物理？啊？对哦，那我们现在是粒子吧？如果用粒子来讲是什么意思？对了，这是我们在说，就是说，接着我们在讲那个粒子里，我还记不记得？我们讲粒子，我们以前解那个问题啊。啊，我们在解粒子，粒子就单位时间内，因为是一度空间嘛，啊，所以单位时间参透过来的怎么样？粒子数嘛，啊，所以这个 A 的绝对值平方就是粒子数，就单位时间参透过来的粒子数。啊，你再复习一下，我在讲那个 J 的地方的时候，啊，再复习那地方就知道 A 的目的，啊 ，OK， 所以这是已知还是未知的？啊，对的，这是前提的，就是我们进来有多少粒子？好，第来这个单位时间穿透进来的粒子数目，这决定 A 的，啊，所以这已知的，这是我们前提，啊，这种有多少粒子进来，我们是已知的，所以它，对，所以即使这 A 是已知的，对数是哪两个 ？B 跟 C， 那从这两个数，我们可以把 B 跟 C 怎么样把它解出来？啊，所以我们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从这所有得到两个事实啊，一个是一，啊，这是告诉你是，啊，这是变成 C 减掉 B 等于 A， 对不对哈？我们把 B 搬过去嘛哈，那这告诉你什么呢？告诉你什么？我把这除过去 ，C 然后怎么样？加上 K 不然就是 K， 然后多少？对不对？啊，就这两个是什么？那这样说，我们先把 B 跟怎么样？把 B 跟 C 什么？把 B 跟 C 解出来。对，那这很容易解的，因为这很简单嘛，很容易解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说这两个相减，就把 C 去掉了，剩下 B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说那解出来结果是这样，我把它写下来。解出来结果是这样，有问题啊？我们解出来结果是这样。然后通常像这类问题哈，像这类问题，我们要知道两个结果了，一个是我们叫反射的，
反射系数也叫串落系串落系数，一个是反射系数啊。反射系数我们是这样定义的嘛？我把它写下来了。就说波的方向就这，这是反射波去的，反射波的通量。反射波的通量，然后除以怎么样？除以往右边的怎么样？往边右边波的通量，对不对？那你把这边的结，把这边的对的，把这两结果，把这样就带进来，我就得到啊。那平面波的通量，我以前跟你解过了啊。这是以前你再复习一下通量的地方啊。这是我们以前解出来的结果啊。这是通量计算方法。那我看好，这一部分消掉了，剩下多少？剩下 d 平方，啊 ，d 的绝对值平方，所以 a 的绝对值平方。啊，所以结论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就这样，我们得到什么结论？得到最我们得到这个结果，对吧？那就 K 减掉 K 出来，下面是 K 减掉 K 加 K 出来。那我们知道从这个结果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结果对不对的啊？如果 K 等于 K 出来这等比的，好，我分子嘛啊，如果 K 等于 K 出来 R 等比 ，K 等于 K 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一样一样都一样。K 的 K 方，我们在 K 方上来 ，K 方在这里啊。K 方如果等 K 的话，表示不一定要等多少，不一定等零啊。那不一定等零，但我们没有就没有那个 JT 的嘛，没有 JT 的，那就怎么样，就没有白色了，就全部都过去了。这样清楚吗？啊，这让这是啊，就我们从物理观念去校对一下我们结果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要这样。好，那这是反射部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那个串落部分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下一步做那个串落系数。我们用 P 哈，用 P 啊 ，P 档是英文的全缺写啊，串落的。好，串落系数是这样写讲的哈。啊，分子呢是在另外S 大里的区域，就右边的区域，分子是在这个左边的区域。好、啊、，S 小我这边是 S 小点这样，左边的区域就来源了，就粒子来源。这边什么样？跑到右边去的跑到右边去的，同样方向哈、啊，这是同样方向的，啊，同样方向的怎么样？的波嘛。啊，那我们把那个。那好，我把那个平均线结果带进去嘛，等于是n 分之 h 八，然后 a 宽，就是说 ，k 平乘上 c 平方，啊 ，c 的绝对值平方，以上是 k， 然后乘上 a 的绝对值平方，啊，就从这是 h 八，所以 m 消掉了，但是还有 k 平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 k 平在这里，这边的 k 在这里，那这剩下你就把这个带进来，啊、把这个带进来，对不对？这边有 c， 这边有 a 嘛，对不对？带进来，然后我们得到 p， 哦，得到这个结论。那我们看两项加起来 ，R 现场 P。好，这是物理告诉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的，因为粒子怎么样？粒子速度怎么样？粒子速度是守恒的，好，粒子速度是一定的，对吗？所以反射回来跟穿透过去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一样，一定要的粒子要一样。
这样清楚吗？哈，我这边提醒一下，就是说书上哈，书上在讲这一部分是破掉的，啊，书上那是错误的观念啊。书上不是这样讲的，你们如果看书的话，书上不是这样讲的，那书上那是错的。那我再哈，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情形，讲另外一个情形，就是我再把原先的写下来啊。我刚刚不是有这一项吗？啊，那我说把这个射程点这边右边怎么样？没有右边的地址来源。那我现在把它改成这样，左边没有地址来源。好，这我到这里，那这边变这一项变什么？穿透的。那这项变成反射的。就是说，地址来源是在右边，啊，地址从右边进来的。那这是我们的那个编列条件，啊，编列条件是吧？变成是 B， 这是第一个啊，等于 C 加 B， 这些啊。啊 ，B 是微分的，有负的 A， 啊，然后多少 ？B， 右边的话是什么？右边是 I A 分，然后 C 加 B， 对不对？啊 ，C 加 B， 啊，对对，谢谢 ，OK。啊，C 减 D 哈，因为这边是负号哈，那这个你可以解到什么？现在 B 是固定 ，B 是已知的嘛，对不对哈 ？B 是已知，所以我们可以解，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是 B 减 D 等于 B 哈，然后这边是啊，我们得到这两个式，然后你可以把怎么样？把 B 跟 C 解成 B， 然后再照左边的定义，哦，你也可以得到 R 加上 T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哈。那我现在就分成这两种情形来解了哈。那一般解是两个加起来，一般解是两个情形加起来。现在有没有问题哈？那这两种情形有两种情形当然有不同意义的哈。我们前面这个一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说这边位能突然上升了。那如果是这个地址呢，是位能突然怎么样？啊，原先的地址位能突然上升，对不对？对这边来说，位能突然怎么样？突然下降，都一样，都有反射。要记得都有反射。啊，位能突然上升或位能突然下降都有反射。现在听清楚了吗？那我们刚讨论这个情形，一就是说能量是比不引大的情形，然后底下我们讨论能量比不引小的情形，对吗？这部分有没有问题？讨论到现在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位不能在这里，好，位能比它小。就位比那个位置更大要小，那我们看会发生什么？看会发生什么情形？我们还是分成两个区域哈，一个区域是常数位的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我还是跟您原先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大于，都是大于那个，动能是大于嘛哈。那我们看左边对了，右边要怎么写的？我不是跟你讲哈，就是两种情形嘛，一种是能量比位能大的，一个是能量比位能小的，那这时候是能量比位能怎么样？比位能小，所以要换成什么？要换成卡卡。对哈，那这边呢？倒过来。相对的哈，所以以后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，你直接
接把这个结果写出来。那 U 是等于啊，这是一个正的帕白 S， 一个负的帕白 S。这个如果怎么写找出来？那下一步我们就要用物理判断啊，用物理判断可以省掉一下。你看啊，当当 X 圈大，因为这个区域哈，这区域有包括无限大，对啊，这区域有包括无限大，对啊，所以这个是包括在这区域里头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是。这个区域无限大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一项都不合理啊，这一项不合理啊，所以我们要把一要怎么样啊？一要设成立啊。在这地方，我先提醒一下，这是因为哈、啊，这一项会说要去掉，是因为它涵盖变成无限大。如果像这种情形。在这个区域能不能再去能不能地耐性能不能去掉不能啊，若是这种情形都不能去掉的，两项都要有，那是什么？因为这个区域有没有涵盖无限大？没有涵盖无限大，所以你不能去掉，没有理由去掉，这样清楚吗？对，我再讲一次哈，对这个情形来说，这个区域里头还是这个解，还是这个解，在这个区域啊还是这个解，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一项去掉，这样清楚吗？我没有任何物理的理由可以把这项去掉，因为这个范围有没有到无限大？范围没有到无限大，所以你没有理由可以把它去掉，这样清楚吗？ OK。 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一项签掉，说就这样写了嘛。好，这是在这一项。好，那下一步要开什么呢？啊，对了，这边我们叫边界条件的啊，我以后就用这个简写了。我们看这个简写的，这边界条件就 boundary condition 啊。那边界条件有两个嘛，一个是什么？不管是要怎么样，不管是要连续，一个是导 S， 就第一次维度要连续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啊，又连续嘛。我们来看看等式结论哈，所以等 A， 左边是 A 加 B， 啊，左边是 A 加 B 嘛 ，S 带成顶嘛。啊，就是在 S 等顶的时候要，不管是要连续嘛啊。那右边呢？右边是这个多少？带成顶的多少？等 C， 啊。那第二个是。好，左边是 IK， 右边呢？右边是负的卡卡，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跟我们刚才步骤一样，我们可以把 B 跟 C 怎么样把它写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不对了啊，对对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们得到那个 B 是等于，这应该会解吧啊，这两个连立方应该会解了，对，你们有没有看出吧，有没有联想到这个解跟我们刚刚那个解差别在哪里，连线的解在这里，这是连线的解，那这是我们现在的解，差别在哪里？就把 K prime 换成什么？左边不是有 K prime 吗？换成 I 叉啊。啊，只要把左边的解答对不对啊 ？K prime 把它换成 I 叉，把它得到。因为其实数学都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看，但是虽然形式一样，对，但结果完全怎么样？结果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 R 吧，我想是吧？
结果先告诉你结论，然后我们下一次上课我再跟你讲一遍。啊，是很低的，反正是很低的。啊，这高色所有的，高色全反射，看清楚吗？好，这一小点的话是全反射啊，那穿透没有？